Hit me. Hey, hey. 让我看看小巨蛋的舞姿好吗？都过了一关，人都没了，还想继续玩？跟面子无关，偷袭下去就不能吃到一半。I like 了新的挑战者，我坐在娃娃上看着，别再笑了，收拾行李，赶快搭上末班车。有事情我找着，新手包哥一个了，等你开好房间就要去我家，如一起有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我灵魂的另外一半，五月天阿信。真爱的新的挑战者，我坐在窗外上看着，别再这么收拾行李，赶快搭上末班车。有事情我唱着，心上包可以丢了。等你开好房间，就邀请我加入一起。小巨蛋，再次用掌声尖叫欢迎五月天阿信，云江人小巨蛋。老板，宇宙友的表现还好吗？首先呢，我不是什么老板，顶多是你们的师兄。师兄，是的。然后今天呢，其实从开场到现在呢。我可以说等这刻等了十年了。对，是。那你觉得他们嗨吗？但是我发现你们的粉丝今天都很冷静，觉得不够大声，对不对？也不是不够大声，说直接一点就是很小声。那不然我们用五月天的方式来带他们好了。哦 ，Come on，L，O。